什么东西？一个很开心的东西。那为什么马路上跑了？终于收到了，哇，好开心！到底什么了？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可厉害，这是我心目中排行，你知道超前面的韩国锅具品牌牛贝哦，我迫不及待把你脱光光了。它的盒子的设计都超可爱的，而且打开就像在拆礼物一样，里面那个蝴蝶结，哦，我人没了。我们这个 Better Finger 的系列，它真的是兼具实用啊，跟它的外表要颜值太高了。它可以解决我们一个问题，我们呢煮饭要洗很多锅碗瓢盆啊，你煮完然后你还要摆盘什么的。我跟你讲 ，New Fan Better Finger， 你只要煮完直接放上去，它就是餐盘了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打算做一锅到底的料理，然后我们煮完呢，直接上桌，噔噔，有实用性又有仪式感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套炸，我们就从早餐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的早餐呢，少不了的就是经典的吐司啊。那看到这个锅子，看到这个痕迹，有没有觉得很欠压？那我们就来做欠压吐司。哇，超会搭！这怎么吃啊？可以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没拿反应，欠压吐司。哦，很可爱耶。早餐少不了麦片，你们是先加麦片还是后加麦片派呢？来来快点，我们今天还要忙。来来来，可以加沙拉酱吗？你什么都要，超要。很好吃。什么东西没有？酱最多了。我吃烧焦的。我靠！我吃不下了，太饱了。剩下巴的部分，套丁岛加午餐。午餐的台语是什么？啊，丁岛。突破盲点，中岛吃中岛，中岛我们来吃意大利面。哦，超好吃的。好香哎，嗯，好吃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巨魔出现了。我想说，我手怎么自己动？你梦家太多，好酸。还是我还没搅开？阿进帮你挡煞。哇，好多。我刚没搅开吧？恰恰。酸的。是好吃的，但不要那么多柠檬。我最后那次恰恰有点太多了。丁岛就我要吃冰，你看那个星球杯，星球都有杯，就很适合配冰啦。不大会挖冰呢。吃面哇，好久没吃你煮的东西了。我这看起来很强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面哎。吃了会变柯南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哦，味道很浓郁哎，但它有一点点辣吗？我有加一点点的辣椒，但没有加很多，因为我也怕辣。提升那个香味，对，但是那个辣度不会超太夸张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我会觉得哎，哦，哇，大概80%了吧？耶，丁岛成功！哇，用这锅具煮了两餐，我就觉得心情好好，它可以加深我那个在煮饭时的那个心情，然后用这个东西吃饭。好吃爆棚！
这样让我更期待晚上用它来煮饭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忙一下，晚点再来煮晚餐啦，拜拜。晚餐时间，那晚餐时间我要用这三个锅子煮晚餐。好，我相信刚才你很多人会质疑说，我根本没有一锅到底。好，我就展示什么叫做真正一锅到底。走起。这个我要做辣炒年糕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一锅料理。接着韩式大酱汤，韩式烤牛小排，我们一锅到底料理完成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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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完成我们的晚餐，老板加分啊！哎呀，这什么神奇宝贝小石怪锅，很可爱吧？好可爱啊，超可爱的。今天是韩式啊？不是啊，那为什么有桑叶蚕宝宝？这是紫苏叶，你有没有知识啊？很久没吃你煮的饭了。对啊，我的你也很久没吃了啦。我完全没有试吃哦，就全部都直接一锅丢下去。哦，点么靠背嘞？哎，这锅子真的很好看。很可爱吧？我觉得很适合我。为什么？真的没有问题。哇吼！反指标再度出现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你的小孩。这组的味道刚好，酸甜适中。而且食者最需要什么？鱼浆煮透，带点辣。有透吗？有透。这个是可以外面卖你吃的。哦耶！牛小排，牛小排。哎，这牛小排有绞豆腐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合格。你们有发现一个重点吗？我都煮完就上锅了，你看这锅子好可爱，可以直接当摆饰，超赞。真的很适合你哎，我觉得录影的那些都可以丢掉了。哎，他如果之后哈带这个锅具录影哦，然后我要刷的时候，他说你那个菜瓜布，你正面反面搞清楚哦。没有啊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每次都要拿那种菜瓜布绿色那边去刷不粘锅，我就不知道你们。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引擎也是用钢刷刷啊。引擎。哇，今天用了这个 New Pen 的 Better Finger 系列煮了一整天的饭，心情好愉悦。果然呢，用这种缤纷可爱的东西，心情就会很好，就跟我一样。那不知道今天大家喜欢地奇煮的哪一餐呢？那这次的 Better Finger 系列，整个唤起你内心深处的少女心，使用韩系马卡龙的配色，高颜值锅具煮完直接上桌，不愧是韩国非常夯的锅具品牌。而且你又费他们家的锅子啊，只要你有看过阿奇博士的频道，你就会知道他们家的锅子呢是陶瓷涂层，没有 PFAS， 没有铁氟龙，它是一个无毒的不粘锅。如此优秀的锅具，地奇当然也帮大家争取到了优惠来开团啦！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到下方资讯栏点击地奇的专属团购卖场网址。不止锅具，还有超级可爱的陶瓷飞盘，还有更好看的是有地奇的前五十名的早鸟下单礼，还有有下单就有的下单礼。哇哦，超多优惠的，整个超心动的。那 New Fan 呢，它还有很多系列，如果大家有喜欢什么其他系列，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那我们可能之后呢就会去开这个系列，去找这个系列优惠给大家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啦，如果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追我 Instagram 还有按赞我脸书粉专。我是地奇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加内。